哦，我们看到是林静怡哈，她公布一个数据哈，来这边是严宽恒呢哈，他每一个会期里面咨询几次的次数哈，加总起来哈，前后总共哈，细当折了来嘛哈，是117次。那博伟的部分呢，他当了没当完嘛哈，那最后加起来是126次。那如果说整个当完的话，次数一定是超越嘛，所以哈，他说从数据来看呐，一个陈博伟抵10个。严宽恒，那严宽恒如果说他要再继续当立委哈，现在要拼选战的情况下，质询的量拿出来看，刚没跨进。关键是在地的选民好像没有很在乎他质询的量，不然的话，你说一句实在话，你立委都已经当了那么多年，结果你在质询的时候，你感觉像是在念课文，这种状况如果出现的话，照我们一般人来讲，会觉得说，哎呀，我是算立出来这里，为民算立出来这卡心安利内，好像这个质询场合，像人家那个博维质询，从来不用念课文，不用有东西，马上开口就可以讲哦，所以就让人家觉得说，哎，那你到底是有没有准备好，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料，哎，有。有另外一个非常勇敢的前立委黄国昌黄老师直接说：“我跟他同届过，他没有料。”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事实上他的一个能力状况，当立委这边我们也整理了一下哦，真的是只有2.27%质询的出席率，有时候是这样的。你哈心要塔才不要塔才是一回事，你的出席率哦，你可以好好想过。对，这个就是问题在这里。所以你就说他在他的一个召开记者会过程，以及是他们不断在强调在地在地这件事情，你就发现。说对他们来讲，好像感觉上去一些就婚丧喜庆的场合有亮相、有服务在地的感觉，会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拿票的一个有效的方式。但是把立委的工作变成是里长的方式在做，真的是人民之福吗？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人我们都已经走到台湾已经进步到这个时间点，我们还在期望我们的立委把立委工作当里长来干吗？那你就去选里长好了。而且我跟你讲实在话，我们里长也选了当了20年。我们从来没换过，因为他做的实在太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你里长如果你有本事，你可以做那个就是10年、20年、30年，把它当成家族事业做。我觉得引起的争议比较少，毕竟是你李明愿意投给你的。但是立委他所牵涉的工作，毕竟是立法跟国家的这个政策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本身对这个部分没有相关的一个研究，那你本身在这一块土地上又真的有67笔的土地，而这块土地又常常会有一些都更或者一些从化区的问题，那你本身又欠一个银行这些相关的债务，你立委职责，讲句难听点的，哪一个银行敢跟你讨债？那我请教你啦，为什么那么特别的是说，严家他们的土地哈啊，一边被法拍，然后另外一边呢，我再买回来，这是在搞什么？其实我们现在有比对出全部的当时严清标他的土地以及严宽恒的土地，现在发现全部你有看到，我们制作人员把它标示出来哦，全部大概有大概。10笔、11笔是变成哎，从这一个地号上来推估看起来的话，应该是这一块土地应该是原本是父亲的，后来就是变成是儿子所严宽恒所持有，但持有的方式你发现非常有意思，全部都是用拍卖的情况啊。那这个其实就来到一个东西，他的过我看一下了，他过户的时间点其实都是在2010年以前，比较密集集中在就是95年、96年、97年、98年这几年。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在这几年的情况之下，你要直接用所谓的赠与的方式的话，其实最高当时的赠与税是50%。那我觉得他用拍卖的方式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我这个土地也许原本就有借钱的，而且原本可能这个土地只有价值100万。可能我后来借出来钱可能是500万，后来呢，我人家500万，人家要银行要我还，我说啊，拍谁？我要没钱，我白还，我不白还之后呢，那银行当然就是要来开始催啊，我又不还的情况之下，他到最后呢，他可能就会变成是又那我银行给你反拍，那拍的话一定是从500万开始嘛，哎，没有人要接手，然后那再继续，没有人要接手，就这样对折对折再对折啊，8折8折再8折，到最后三拍情况之下，你通常。接近50%，等于是250万。就你要知道，这块土地原本价值可能只有100万，所以他儿子可能最后他借了500万，可是他儿子可能最后是用250万把它买回来。我讲的不是他的实力，我的意思说市场上有人是用这种方式就会取得，哎，爸爸的财产后来都到了儿子。他有两个问题，一个他应该说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可能当时可以规避掉当时比较高的一个赠与税。第二个好处是，这个土地有没有先前有没有他所贷出来的钱是超过土地的价值，这值得去考虑。第三个价值是，哎，他儿子又可以透过这种方式买回来。那我觉得大家还要
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它所有土地几乎都是什么48%、1/6，然后什么2/10，为什么这样子？你就可以从这个土地，而且长达65比67比，你就知道他们家应该是有在进行所谓的法拍或者是基林地买卖。那为什么要法拍或基林地买卖？因为整个大台中有非常多的地土地要从化区，这条路要从哪边开？这个马路要从哪边弄？哪边划归为从化区？你底下从化区看不到几的小小的地的话，其实那就发大财。所以我觉得台中跟那个，尤其是严宽恒自己本身要竞选立委，在台中有这么多的土地，而台中市长又是现在卢秀燕情况之下，中间有没有一些问题，其实值得考虑。